我要穿越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哎呦，谢谢，那都给于老师了。于老师，于老师，您翻一下，挡那看不见。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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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活门口三个卖花的，这个谁的夜壶啊？他都咽了，这是谁的内裤？挺好，这个传统节目，这叫什么呢？高峰、栾平演的这是，口吐莲花。哟呵，您来吧，大王。送这么些花无以为报，真是。于老师要不躺哪儿？那躺鲜花丛中呗。啊，你要是年前躺，大伙儿非得想起朝鲜某领导人。说良心话，您是有点像。还没戴墨镜。你说人也奇怪啊。谁跟谁长得就挺像，有时候净说，哎，你长得跟我们家谁谁谁哪亲戚似的啊？哎，你像我们同学，净这样，不新鲜。尤其亚洲人很相似，好多人说像金同志，并不是对死者的不尊敬，没有。还有人说我，哎呀，郭德纲长得跟金日成似的，谁说啊？都死了还占便宜呢？今天我们爷俩能够便宜。开心，开心啊！刚才高峰和栾云平表演了一段叫《口吐莲花》，传统相声，是一个传统节目。你包括这个打脑袋，这是个技术手段。对，曾几何时，有很多同行对这个应该批判。哦，哎呀，在舞台上打脑袋，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象！啊，这都咱不是咱什么高人说的吧？是吗？但其实大可不必。你说你看个电影，咣一炮轰死好几千人，你还不真逼真？舞台上这都是假的，就包括我们这个扇子根本就它根本不疼，它是经过处理，经过处理有声音，对，都是拿火烤过，打一天我都不累啊，我累，受得了受不了。上了台表演节目，这是人物，对。他表演的是那采蜜蜂了，非要跟人学东西，为了挣钱吗？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，鼓励大家啊，自食其力，不要占便宜，这么一种精神，还是有教育意义。你这么说，这个节目马上起死回生。当然也有人说这看不下眼去，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很少演这个口吐莲花，因为我把它改了，是吗？啊，抛弃了这个扇子这些东西。我换成铜棍子。哎呀，嚯！咱俩千万别演这些，或者大铁棍子，你喜欢吗？再找铜主任。真快呀！真快，好像刚封箱就开了箱了，没几天，箱子也不够折腾的。这是农历壬辰年，对啊，想要孩子的你们要努力了。哎呀，这都挨着吧？今年适合壬辰。不是一个意思，对，新年新气象，那倒是。希望大家笑口常开，有个好身体。好，希望于老师健康快乐。谢谢。保持您的三大爱好，你就别提这三大爱好。希望我也能够学有所成，完成我的目标。好啊，因为我除了说相声之外，我还有我的业余爱好。哦，您也有其他爱好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不成熟的建议。我有个想法，您说说。这个，对对，您想，大伙儿呢？我没跟别人说过啊。我这人也是知己不多，我就仨朋友，是吗？一个普通的，一个文艺的，一个你。我今天准备告诉你，别告诉我了。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？怎么的？这是实话实说啊，这是我多年来一个梦想啊。我现在非常迷恋科学。什么叫迷恋科学？就是
我非常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啊，做一些跟科研有关系的事情。那是好事儿，譬如说，这还真像。我跟你讲，譬如会写这俩字吗？啊，我会写。哎，你会说吗？不会。那你这慢慢有机会教你啊。您说吧。这个打个比方说啊，我现在对穿越我是非常的感兴趣。嚯，您还研究的挺高端，穿越研究了十几年了。哦，只不过最近这两年电视剧借鉴了我的手法。借鉴您的手法，包括一些小说，穿越小说。嗯，人生活在现代，是突然间出点什么事儿，裤衩就穿越了。这是穿了，这是。这不是穿了，穿越吗？穿越，我都没听说过。穿越，穿越，穿越！您研究十几年了，您身体够好的。这老着凉。咱说正事儿行不行？穿越，穿越，穿越。对，怎么穿越？它就是保持一个同步的空间。哦，这两个空间它要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。是，只要位置。方方面面都合适，那么你肯定就能够很顺利的，还是穿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说这么就能穿越过去。好多小说都有，好多电视剧都有，你看过没看？我还真没。你们家有电视没有？我们家有电视，老演这个。你还经常买点盘，盗版盘看看，就这。您这科学成果都盗版盘里研究过？那能耐大小不问正版盗版。哦，我研究了。嗯，我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都磨着，是拿着那碗。我是不是能穿越啊？我是不是能穿越啊？啊，一块的朋友还帮助我啊，走你！哎，结果呢？其实要吃的米饭也没事儿，那是炸酱面。好家伙！你说我能不能穿越？哎，要是穿越这唐装的女朋友那是这样。我嫂子，别提这个，没成功，拿汽水瓶子也是。我能穿越吗？这里头太小，那眼儿是进不去。嗯啊，看马桶我也是。这大，我能穿越吗？回答我，回答我。哎，好家伙，越看越恶心，你这玩意儿。后来我想起来啊，人家电视剧里边穿越，它是有先决条件。什么先决条件？比如说，嗯，被害。还要被害，半夜走街上谁过来，咔来一刀，哎呦，当时裤衩，穿越了，哎，这可以试一试，您试一试，哎，这要您被害过去，穿越再回不来，您这要了命了。哦，这我倒也考虑过，啊，我倒不是这么想，嗯，万一咵给我一刀，我穿越过去了，是我那边待着时间长点，嗯，当我穿越回来的时候，你们把我装在盒里边了。我要噔噔噔一敲，你们会害怕吗？我们就能吓死这个。关键是一开开那盒能迷你们眼。您这太缺德了，对啊啊！试试吧，嗯，夜半三更，还真是走了街头，嗯，谁杀我？朋友们好，谁还杀我？黄天晃日，朗朗乾坤，怎么连个坏人都没有？找坏人呢？这个，哎，前面有一姑娘，哦，她会是坏人。我跟着他，走着走，姑娘一回头，好像她发现了什么，那就是看见你了呗。走得特别快啊，哦，吓我一跳。她走得快，我也赶紧开手追她呀。她一会儿跑起来了啊，她跑我也跑，她那儿，啊，我跟着，到前面拐弯，人家进楼道了啊，我累跟什么似的。是。结果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追我们。那是人家拿你当坏人了，知道吗？没成功，啊，没成功。接着再研究，我发现车祸是个好办法，还是死。当一撞上，哭嚓，这老哭嚓哭嚓的，这就形容嘛，这一穿越，当哭嚓，我穿越过去，哎，当，越来身体越不行了，就形容嘛，这个。行了行了，不是，您就说穿越就行。上马路，站在街上来车啊！你撞我，这不你撞我，找死呢吗？这不他问我来了啊！我要穿越，当真撞，再睁眼在医院里，
可不是在医院呢吗？躺着床上，墙也是白的，单子也是白的，这挂着输液的瓶子，旁边摆一小桌子，几瓶水，有一个盘子装的葡萄干，干果。我妈坐在这边，你可醒过来了？瞧这事，没事，妈您放心。我去，这不练穿越吗？是吧？活着。哎呀，谁不买的葡萄干？我最不爱吃葡萄干了。买的是葡萄啊！你都昏了一年多了。嚯，撞得真不轻，这下。出院之后，我都觉得很难过。能出来的不错。哎呀，穿越没成功，给家里惹这么大祸，还得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死。你摸电门。哟，拿手一摸电门，啪，死了。苦叉。真穿越了这回。万没想到成功了。嚯，列位啊，记住我今天的金玉良言。怎么着？只要想穿越，就去摸电门。哎，这你呀、啊，我教给他们大啊，因为我真成功了。那也没人学这玩意儿。眼前一片白光。哦，再睁开眼，我坐在一个花园里边，眼前摆着八仙桌子。哦，四干四鲜四名剑四猛荤三个天碗四点心，真讲究，满汉全席。嚯，两旁边丫鬟才女无计其数。你瞧，我这顶戴花翎，哦，三绺胡子，这挂着朝珠，当官儿。呵，啊，太有身份了啊！看看两边是啊，我说我是谁呀、啊？还现问，旁边的美女乐要、嗯，您怎么把自己都忘了？就说是，您是何大人呐？何大人，谁呀？和珅，嚯，清朝位极人臣的身份，这是大官，满洲正红旗，牛不鲁氏，对，和珅和世龙，哎，乾隆皇帝的亲家，哎，那是军机大臣领班的要臣，最有身份了，嗯，一等忠贤公啊，是，位极人臣，我让你们都听话，好啊，今天。我刚刚来啊！什么叫刚刚来呀、啊？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别闭嘴，闭嘴啊！你别说话，咱们一块儿吃个菜啊！菜上齐了吗？嗯、啊，是大人，菜早上齐了，您吃吧。嗯、等会儿、啊，等我拍完了发个微博，咱们再吃。您这谁听得懂呢？他们也不明白呀、啊。啊，我说你们都听话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那好，乾隆爷是最宠爱我的了。那是。哟，大人您忘了、嗯，乾隆爷驾崩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啊，正月初三。哦，今天正月十八，我可看过历史啊。正月十八是和珅去世的日子，我死了那天。我穿越过来是他最后一天。你也享受？哎，我这正说着呢啊，来了一帮太监。哦，啊，拿着一个白色的铃子。对对对，何大人啊，皇上让您升天，赐白。看过历史都知道，嗯，和珅最后正月十八上吊勒死的，是啊，脱过白绫子来，我眼泪都下来了啊！但是我要有我最后的尊严，我还尊严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什么乱七八糟！您这不安逸是知道？您这两码事，您差远了。我怎么看这电影里边英雄最后都这样喊一句？那是，那不是那年代、啊。我喊完了，太监都傻了，啊、哦，明白？说的什么？哎。我说这个咱们商量点事儿，我位极人臣啊，啊，所以我今天我死的话，您得对我好一些。那首先说我这个棺材，我叫顶配。什么叫顶配？带天窗，真皮座椅，自动挡。坐汽车里死的这啊？你们研究研究吧。啊，我先散散步，溜溜。太监一块商量。啊，咱也知道跑不了啊，我摸头就走。跑得了吗？一转身有一影背墙，哐撞上。嗨，没瞧见。眼前一黑，啊，哭嚓，我就回来了。我还以为撞穿了呢，怎么能怎么叫大鱼是、哎？这也不是这个，反正就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一撞就回来了。哦，啊，穿越感觉很简单，摸电门就走啊，撞墙就回来。小他摸着规律了。列位，记住我这个秘诀啊！而且这一次我就有了经验教训。怎么？不能穿越到古代。对，他没有电门啊。对，你要想那么回来不容易，非得撞撞一头破血流。哎，老得撞呗。可以穿越到民国，哎，那儿就有电了，对吧？对，一摸电门，啪，咔嚓，又去了。再一睁眼，哪儿？坐在火车上。有火车，窗外边蒙蒙亮的火车，咔嚓咔嚓咔嚓。
咕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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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人都穿越了，这火车的声音嘛，呜，打到这个东西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咕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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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穿越都是一声，哎，穿了一身大元帅，这又是官，留着胡子，拄着我这刀，几点钟呢？东北口。说你东北话啊！旁边有副官，报告大帅，早晨五点多钟了。好，我是谁啊？还是问您，大帅张作霖。嚯！哎呦妈呀！没太好了啊！那东三省都是我的，可不是吗？还好，到哪儿的？啊！报告大帅，嗯，黄姑屯。没来得及反应啊！日本人埋的炸药，那是啊，黄姑屯把我给端飞了。哎，对，没来得及扑杀，临死我还得喊呢。啊，打倒日本有主意。哎呀，您喊这个倒对了。回来之后一琢磨，啊，感情死了也能回来，撞墙也能回来。哎，这俩方法。回来是回来了，啊，我这穿越这梦没有实现。没。再穿越，我很希望能回到中国的古代。哦，我要成一个真正的英雄。古代的英雄一摸电门，大哭嚓就走了。这回呢，坐在马上威风凛凛，手里端着枪。哦，哼，大英雄身后站的都是我的兵啊。是啊，啊，大旗子扑啦啦，行书就卷。哦，呵，心里边高兴没了。哎呀，我说咱这是哪儿啊？哎，回禀将军，东岭关。这个关，哎，东岭关是啊。我是谁？嗯，这您怎么连您自个儿都忘了？对呀，啊，您是守将，便喜，便将军。变喜东岭关，记住，嗯，对面敌人可就来了。说打仗，坐在马上拿着青龙偃月刀，嚯，大红脸五柳长髯，这是关羽关云长，碰上关公了，呵，到我跟前了啊！我还没说话，人把刀举起来，哦，咔，哎，宰了！当时我眼前一黑呀，啊，哭哈，那是好嘛。再一睁眼，怎么样？到了洛阳，洛阳城和城门以外，嗯，坐在马上，还是将军。旁边还有一人，这是你叫什么？先问他，你不认识我呀？嗯，我叫孟坦。哦，你叫韩福。哦，韩福，韩福，你叫孟坦。嗯，咱们等谁？等关公吗？嗯，怎么还等关公呢？正说着来了啊，大红脸，五柳长髯，拎着刀，好家伙，到跟前。我要穿越，穿越！再一睁眼啊，哦，我是孟坦了。哎，穿越到这边来了，旁边这脑袋下去了。哎呦，那也是我啊！别跟人说这个，关公没理他，咔，一道白光，哭嚓！就别哭嚓了，死好几回了都。再睁眼到汜水关。水关，汜水关守将叫孔秀，对，坐在马上端刀，还是你？对过来一大红脸，又来了，六胡拿着刀，好家伙！哎呀，我五关斩六将，全让你赶上了，我已经占了三个名额了。哎，就说是，这是第四回啊！说了话，他到跟前了啊！我说咱们能商量点事儿吗？商量商量，去！哎呀，什么都没商量出来。人头要落地，我喊了最后这个愿望。您喊，我要当关公。哎呀，嘘，裤衩怎么样？坐在马上。哦，我是那大红脸，我有长髯，成功，青龙偃月刀。哦，抬头一看，城门上写着，麦城。没去对地方也不成。我这个命怎么这么惨呢？全名额。哎呀，往前走吧。啊，头有一大坑，我知道。啊，关公倒霉这坑里边了。就是摔在这儿啊！我万一能穿过去，是不是历史就可以重新改写？是真敢想！啪啪啪，打了三下马，马一窜过去，藤子掉里边。哎，还是掉里头。掉坑里，我喊一句话啊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，摔死都不多，知道吗？哎，死之前我许了个愿啊，我能不能穿越成一个？让我有点身份，身份。我希望做一个80后，哦，一个天才，啊，一个学贯中西、会好几门外语的人，哦，会开车、会打仗，是一个神一样的人。真是有大批的人疯狂崇拜我，哦，很多成年人做不到的事，我十几岁就做到。哎呦，我会成功的！裤衩，这回金正恩。
个小坟头去。哎，这话死了都值。我在穿越城啊，今日成了，不是真成功了。成功是成功，但是第一啊啊，我就会说一句死没的。嗨。我估计他们得造我的反啊！第二来说呢，老吃辣白菜我可受不了了。还嫌素，但是这一下给我提醒了啊！我要做一个外国元首，一个有身份的人啊！啊，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啊！我要穿越，哐一撞墙，蹭一下，怎么样？哼，往这一站，我这个精神，黑皮鞋、小料裤子、白衬衣、黑西装，嘿啊，英姿飒爽啊！两边有人搀着，那就有份了。扶着我走到一个有绳套的地方，这是我一摸这胡子，跳达姆，嚯，摸胡子还出，我这刚一摸胡子，就套好了，一顿咣叽给我弄这儿了，死了，眼前一黑啊，再一睁眼，是，我躺在一个榻榻米上，盖着白单子，脑袋缠着布，长胡子过口眼，正躺着呢，咵门开了，进来一帮美国人，端着枪，拉登。嘿，大灯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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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没跑得了，把我打死了，打死我不要紧，我很自豪。怎么呢？你想着拉登多了不起啊啊！美国人打了整整十年，对，动用了数万亿美元的军用经费啊，数千名士兵丧生，真是全世界顶级的这些个科技所产品啊，最后找着这人在自个儿家里边，哎，白费劲吧，这死也值了。死之前我喊出了最后一个愿望，大难不死必有下回，活该吗？这不是还必有下回。在空中穿梭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问我、啊、快说向左还是向右，方向向左呢、啊、卡扎菲，卡扎菲向右，金日成，好嘛，我说向上，上帝，哎，就活不了了，回不来了啊！我说不行，我得回到中国。是，吃饭我也不习惯。我当一个中国真正的英雄，一个英俊的一个小白脸大英雄、啊。再一睁眼，坐在白龙马上，端着枪，又是银盔银甲，嘿，长得别提多好看了。这回成，两军阵前杀敌无数，哦，所有士兵都围到我身边啊！花木兰万岁！您这不是穿越，您这是变相去了，上面成功是成功了、啊、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方便、哎、太不方便了，这可怎么好呢，这是 啊, 啊不行，我还得穿越啊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还没当过女的呢，我这还上演了，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，许个愿吧、嗯、啊，我要成一个美女也成，哭嚓成了，再一睁眼、嗯、坐在镜子这儿描眉画鬓，真是长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，那就是成了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多好、啊、会有很多人宠爱我，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。没错，正高兴呢啊，门帘一挑，进了一人，谁呀？大高个攥着刀，哦，嫂嫂，武松有话说。好家伙，这就要宰。哎呀，我这个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，就说是点儿太衰了，太累了。我攥着一口刀，我说告诉你，我死之前有一最大的愿望 啊, 虽然说身为女的了，日后我也要当一个女皇上，皇上一刀下来鲜血喷出来、啊、啪，再一睁眼怎么样、啊、我坐在太和殿上，嚯，就是故宫啊，那是啊，呵，眼前挂着帘子，帘子头里边坐一小皇上啊，跟人坐着，哦，能想吗，我是西太后，一点不假，嘿啊，回头旁边站着李莲英，嘿，大太监李莲英，是是吗？于谦儿，哎，不是，我呀是的，于谦儿也穿越了啊！嘿，你想到啊？嚯，我在这儿碰见他了、啊。来人呐，怎么着？把他拉出去，给我杀了！我招你惹你？于谦儿死之前喊了句话呀。